根据4000H 协定被封禁，项目等级 Keter 都是种措施。下文描述的超维度地点与其包括实体与地标，带有命名为海 H 级，因此不得以任何名字、名号、称呼来描述，仅可通过描述的方式提及非正常森林与其当地实体。每次描述一物体时，必须使用不同描述。为以示区分，不同的物体描述可被颜色编号，并且可使用复杂且华丽的语言，以防命名重复。当一次命名树种失效发生时，标准 H 级重树种措施将由造成此树种失效的人员实施。若该人员无法实行树种措施，则该措施将由该人员的直系亲属执行。若该人员没有已知直系亲属，则该人员的名字必须从所有存在的文件及记录中删去。所有有着与该人员相同名字的其他人员将被施以病毒性居型记忆消除，并重新发配名字。根据指令 O54000F26， 每年至少需有一次对于其为森林地区的成功考察，以评估任何可能出现的异常变化。因进入无名者之地的高危性，考察人员必须接受 4000SEP 中的标准探索协议训练。未授权的关于烟囱森林的文件必须根据标准资讯树种程序来抑制，未经授权得知4000Holloway 程序的人员将被施以记忆消除，并可在接受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后被释放。描述：待定的 SCP 是一个许多异常特性的超维度森林地区，包括以命名危害现象，实施4000Holloway 程序。详见文件 DOC4000H， 可以进入该异常地区，完成该程序后，测试人员将在森林地面上一残破砖井中出现。唯一安全穿越异常区域的路径是一条小土路，向上述小路外的探索皆导致与参与人员立刻失去联系。唯一安全的小路只能单向而行，任何参与人员转身或原路返回的尝试亦皆以上述相似的联系丢失告终。无名之地并不遵守线性空间的限制，制图的尝试发现每次探索所记录的路线皆不相同，必经之路逻辑上应该重叠或交叉的地方却没有如此。唯一在图上相同的地点是进入点，位于主路的两端。在进入后，唯一安全离开无名森林的方法是走完全程，并回到另一端他们开始的地方。许多居住在无名居住地的异常实体皆已被记录，当地实体在未受观察时经常改变其身体结构，使得研究员难以分辨该实体是否为先前所记录实体的新迭代或新实体。实体们表示他们无法控制该改变，并时常在其发生时表示不满。当地的实体们经常会堵塞测试人员走的小道，使得其必须与实体互动才能通过。当地的实体具有智慧且性情常高度情绪化，但根据 4000SEP 预防措施可以安全地与其互动。不执行预防措施所造成的结果将是被冒犯的实体而定。研究对象遭遇的惩罚程度包括言语指责、暴力行为、人员的身体外形、概念或命名的异常改变，用同一种名称来称呼无法命名之国度或当地的实体及地标，会引起许多异常现象。此类的现象仍然难以理解，部分是因为命令 O54000F26 对于命名实验的禁止。记录下命名现象如下：暴露在命名影响下的人员的阵发性从击性头痛，暴露在影响下的人员出现视觉及听觉上的幻觉，通常包括出现所命名的环境或实体。味觉及嗅觉幻觉也曾被一些个案报告。受试者突然出现的精神性失忆症，受试者出现非人类的身体特征，如羽毛和花粉囊，生物成分出现在该命名被记录或写下的非生物介质中。在没有进行4000Holloway程序时，人员突然被传送到无名生物之荒野，使用命名的空间突然出现多种植物群，当地实体被突然传送至命名被使用处，受试者与当地实体的生物性融合，使用命名的建筑空间与当地实体的生物性融合，受试者体内铁的极度缺乏，但无预期负面副作用。命令 O54000F26 在1954年经监察者议会批准。1970年的修正案要求 O54000F26 每十年得到议会的一致认可。迄今为止，没有关于 O54000F26 的监察者备忘录被泄露至地区可权人员。值得注意的树种失效，以下为极力观测到的由命名树种失效而带来的异常现象。失效日期1954年6月9日，被命名对象不常提起的林中空地。总结：起初发现该项目及随后树种失效发生处
为康乃狄克农村的一个废弃小屋，因无人员生还，探索情况不明，但已建立起事件的大致时间线，时间标记以标准北约格式记录。 1340S 无题空洞被发现，外勤特工 Garrett Bradley 给予其临时一级编号，因此造成命名适用失效。 1345S 外勤特工 Moira Denotti 进入烟道外之地后杳无音讯。 1347S 特工 Bradley 开始缓慢沉入硬木地板，周围的特工们逃出该区域。 1348S 在离开屋子后不久，所有特工突然变得无法移动，除不知该一级编号的 Timothy Woods。 1349S 无法移动的特工开始求救，躯干开始延长。 1351S 躯干的延长在特工的身体接近执行4000 Halloway 程序的烟囱后停止，烟雾开始从他们的面部孔洞中冒出。 Timothy Woods 通过无线电向赛琳巴报告，当 Timothy Woods 重复使用那词汇来描述言语可畏之世界时，第二次受用失效发生。 1355S Timothy Woods 声称他在树林里看到了他的名字，赛琳巴工作人员向 Timothy 询问更多资讯， Timothy Woods 试图吞食他的无线电，随后死于内部受伤。 1359S Timothy Woods 在赛琳巴的通讯员被观察到出现严重头痛并被隔离。 1424S类似树枝的骨刺从被隔离的赛琳巴人员的眼窝中出现，尽管表现出了两只眼球从眼窝中脱臼的情况，人员报告称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后记：命名异常在数次多名低级暴露在被影响下的赛琳巴人员的事件后最终被发现。失效日期1955年12月22日。被命名对象：环绕整个地区的小径。总结：桌子成功完成第一次对无名星下之身的探索后，被立刻隔离。在72小时内观察发现无异常后，桌子被允许写下观察记录。当研究员返回检查进度时，桌子已消失。泥土与人体组织后来在桌子用来书写的铅笔、纸及哈维曼斯菲尔特中找到。失效日期1958年8月19日。被命名对象：一个坐在骨头堆上抱着燃烧着孩子的当地尸体。总结：在一次探索任务中，外勤特工伊森饶命使用同一个绰号称呼一个实体。几分钟后，他开始出现恶心的症状，并且开始呕吐出鲜血与骨髓。在几小时后，报告称特工饶命呕吐出了他大部分骨头。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全赛琳巴站点人员开始出现一个女人笑声的听觉幻觉。失效日期1966年3月4日。被命名对象：外观类似由一骷髅公羊头的带鱼狮子的当地实体。总结：大学在读学生瓦内莎·梅沃斯尝试在奥尔冈的波特兰及附近的几个医疗机构登记住院，他抱怨称他的头部被血肉覆盖，尽管并未表现出异常组织生长的迹象。最终他被基金会调查员拘留，并调查出他所拥有的一本书除其他内容外记载4000 Halloway 程序的全部过程。在基金会人员与他约定若他合作说明便帮助他移除头上的血肉后，梅沃斯承认该书来自一位在被放逐者之图书馆的熟人。后记：此为第一起在普通民众中出现的命名失效，此后相似的事件接连发生。2012年即梅沃斯在基金会监督下死亡超过20年后，拍摄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年轻梅沃斯的当地实体。失效日期1992年10月30日。被命名对象：迈克尔·阿什利·文森特在他的探索任务中所居住的房子。总结：特工迈克尔·阿什利·文森特在几年前完成一次探索任务之后，在向两名无名同事讲述经历时使用了该词。之后一栋巨大的专制建筑在赛琳巴显现，与其他已经存在的建筑重叠。迈克尔·阿什利·文森特的无头尸体在其中被发现，其脖颈处被粗暴融合至一个麋鹿角座的灯具上，它的面部扩大并占据了建筑整层的表面，没有活动的迹象。进入面部口腔处探索的特工报告称其不具有消化道，然而迈克尔·阿什利·文森特的无名同事被发现与其面部的小舌融合。4000 Halloway 下列为被删减后的通过明外世界的方法，此版本中一些步骤已被省略。该程序末尾的问答会根据进入者的情况而定：家中长子第一类，家中次子第二类，
家中最幼子、独生子、第三类，在任意一个室内壁炉内用有机物生一堆稳定的火焰，将一只雄性赤狐、一只成年雄狮、一只长须鲸的骨粉混合并投入火中，将易燃并带有很强情感价值的个人用品投入火中，小心地从火上方投入三根压熟的黑鸟羽毛，任其烟雾将其带上烟道。如果火焰开始发生，则恰当地进行问答，见下方对答表。若对答正确，壁炉将自动扩大，一梯子将会出现，此时火焰不会伤人。若在任何情况下对答错误，立刻道歉，并在之后不要尝试再进行4000 Holloway 程序。笔记：实施4000 Holloway 程序时，在场但并非实际执行4000 Holloway 程序的人员，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做出回答或接近已被启动的壁炉。对答表：问，此灵有规矩；答，人间多传述；问，若是违反了；答，代价我自负。第二种，第二类进入者：问，谁在那里？答，只有我在；问，你又是谁？答，你会明白。第三种，第三类进入者：问，你想要什么？答，穿行在树林；问，注意你言行；答，请让我通行。4000 SCP 笔记：下列表已被删节，只包含对于在探索时生存至关重要的指导。被指派参与探索任务的人员，也必须在开始探索之前熟悉4000 SCP 之三至之八。4000 SCP 之一，探索准则101，在进入不得有名之地前，你必须装备基金会标准探索包。102，不得使用除探索包内含的口粮外的任何食物。103，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将枪支带入数值维度。104，第一类进入者应注意避免接受或使用可能会被认为有价值的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货币、贵重金属与矿石、有用途的异常物品及精良的武器。105，第二类进入者应避开那些对表现出喜爱或浪漫式吸引的当地实体，并且不得以任何方式表现出对上述感情的回应，表现出该行为的当地实体做出的陈述是虚假的。106，第三类进入者应避免参加被认为是轻浮、奢侈或是身体舒适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跳舞、吸烟、玩玩具、饮用除水以外的饮品、听音乐、睡在软垫上。107，在你必须走过的路上遇到的建筑，必须在入口敲门后方可进入，若未经允许就进入，必须小心不要被发现。108，若你在规则至上之林中睡着，进入你的梦境，你的探索包内有一个记录本，若遇到与梦境相似的地标或实体，把你的梦当成真的。4000 SCP-2，当地实体交流指导。201，在开始对话前使用正式的问候语，如果遇到磁性，鞠躬或者行屈膝礼。202，使用诚恳的语气。203，不要撒谎。204，不要在当地实体面前贬低他们。205，恰当的使用请和谢谢。206，根据4000 H 协定，用当地实体的外表来称呼或提及他。207，不要用任何名字、名号或编号来提及当地实体，即使他以此称呼自己也不行。208，不要在当地实体面前说出你的名字、外号、代号、化名或任何个人称谓。209，如果一当地实体想给你一个名字、名号或称呼，委婉的拒绝。210，如果一当地实体所做的陈述中以名字、名号、称呼或者任何除对于身体外表的称呼外的词汇来提及你，当作没听见。211，如果当地实体要求提供被认为是机密的资讯时，拒绝，简短的道歉并鞠躬。212，如果一当地实体要求你的协助，在帮忙之前先观察其表现。212A，若该实体表现出威胁的态度，则进行协助。212B，若该实体表现出亲昵或无害的举动，不要接近。212C，若实体表现出饥饿，给他喂食，在该情况下无需212B。213，在赢得信任并获得许可之前，不要尝试其上你所遇到的任何兽形实体。214，若收到一物质性的礼物，双手接上，不要扔掉该礼物，即使该物品看似没有任何用途或价值，
但在104条件下无视该条。215，未当地实体赠予你非物质性的礼物或打算交易，礼貌的拒绝。216，你可以接受来自当地实体提供的食物，并将其提供给其他你遇到的当地实体，但是你不能食用该食物。217，不要睡在当地实体提供的住所里，若没有收到邀请，则可以睡在当地实体的住所中。218，为当地实体提出与你同行，接受但不要告知目的地。219，若你被当地实体说明但尚未回报，必须也要帮助他。220，若遇到一声称其不是当地实体的无形人形，无视之前的所有程序并遵守他的指令。采访记录40000215，以下是由 Dr. Eugene Jeppers 在几年内主导的采访期，在命令 O54000F26 下，该资料已从所有一般文档中删除。采访者 Dr. Eugene Jeppers， 被采访者有兔子头的当地实体。前言：此为2005年 Dr. Jeppers 第一次进入言论及危险之地时记录。记录开始：然奇异的旅行者。然，在这能看见新面孔真好，还请您原谅我在抽烟，只是为了让脑子放松而已。你的名字是什么？我的名，对不起，恐怕我不能告诉你。你想多了吧，我只是问你的名字怎么样而已。我的名字最近闻起来像树莓，我觉得没准闻起来像金鱼草，这年头还真不好说，但大家都在努力。啊，实在抱歉，恐怕我的名字最近尝起来很酸。不是我该道歉才对，我不该这么打听别人。没有关系，我倒是不介意，很高兴遇见你，但是我得赶路。你必须走吗？我家离这里很近的，我还想邀请你去喝杯茶呢。我十分抱歉，但很不巧我现在抽不开身，也许下次吧。很好，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名字尝起来很酸的陌生人。记录结束。采访者 Dr. Eugene Jeppers， 受访者描述有着野兔面孔的身世。前言：该采访为2008年 Dr. Jeppers 在砖中洞的第四次探索。记录开始。 Dr. Jeppers 翻过一个山丘，并发现他的野兔老相识正照料着一片卷心菜。下午好，异乡人。除了是我嘴快，我们之前见过不是吗？下午好，我想是的，没错。如果我的记忆力没出错的话，那就是在三年前。我现在记得了，你那时匆匆走了。是的，我为此抱歉，那时我才刚来这里，对谁都很谨慎。还是那个会道歉的。我知道了，无妨。你不是这里的，有意思。你从哪片树林来？我并不是从树林来。胡说，我敢肯定你的家乡有树林，不是吗？我们是有树林，但很少，大多数陆地上都是房子和生意。那他们就是不怎么样的树林，但也还是树林。告诉我，你怎么到这来的？我看你非常好奇，但是不知我是否能问你一个问题。请原谅我的无礼，我认为我自己是个学者一类的人，而且能从森林外学到东西让我很兴奋。不论怎样，说说你的问题。上次我们见的时候，你说你的名字很难说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唯一能想到的是，我们分开太久了。我和我的名字，那曾是一个好名字，一个令人骄傲的名字，我很肯定。但现在，它可能已辉煌不再，如果它还存在的话。你觉得它现在在哪？亲爱的学者，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我从那老旧但醒目的井穿过来到我正在走着的小道上。天哪，这道是已经很久远了。实话说，我以为这些旧盟友早就没了。你祖父或者亲戚是不是在这有个情人什么的？十分抱歉，恐怕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很好，我理解。我还想邀请你到我的小屋喝杯茶，但我猜你不可能这么做，是吧？恐怕是的。不必这么害怕，拿着，上路吧。十分感谢，一路顺风，愿你能找到你在找的人。记录结束。 Dr. Jeppers 将卷心菜喂给了一个长得类似田鼠的当地实体，之后该实体帮忙为回报。采访者 Dr. Eugene Jeppers， 受访者描述给予叶子者。前言：
此为2013年 Dr. Jeppers 在不安流浪者之山谷中第九次探索中的采访。因给卷心菜礼物的人对人类世界所掌握的独特知识， Dr. Jeppers 被指示若再一次遭遇则进行一次更加深入的采访。另外，根据 Dr. Jeppers 第一次遇到毛茸茸的家伙时发现其易受欺骗的特性， Dr. Jeppers 被特别准许在进行对话时撒谎。开始记录，在疲倦冒险家们走上的路途上， Dr. Jeppers 遇见一白色毛顶小屋，前门有一兔子状的小开口。 Dr. Jeppers 接近小屋并敲门。你好，有谁在家吗？有，一分钟就好。啊，咱们又见面了，快请进请进。你的家不错吗？哈，你也很幽默。不，并不是开玩笑，你的家是真不错。我想是吧，在另一边安定下来之前都是这样的，你知道的。恐怕我不知道，你需要帮忙吗？不不不不，我还准备茶水，你就在桌旁坐下休息好了。您太客气了，但我想我的胃会不适应。啊，可怜的家伙。好吧，我只是觉得茶可能会让气氛轻松一点而已。心意我领了，告诉我您说的安定下来是……我想你的心情没有告诉你故事的全部，关于帮我们带入这里的动乱的故事。动乱？这里曾有战争？战争难道不是常有的吗？我的祖父母确实告诉我曾有战争，但我却不知道你和你的族人有关的一场。这倒是意料之中，在这树林里也只有几个还记得。我想老了就会被记忆所困吧。没错，当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样子和现在可不同。我也住在井的另一边，我在那边出生长大。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回到那里。为什么不呢？我不能，除非我知道我能被欢迎着回去。我敢肯定，你不知道那些躲起来想把我干掉的家伙们。啊，很抱歉，那些都是黑暗的过去了。但我肯定你绝不想听。不，请继续，这些很有意思。我也是个学者，记得吗？如你所愿，我亲爱的学者。等茶凉的时候，我正好动动嘴皮。尽管说这话让我很伤心，但是我们被背叛了。我们曾经并肩作战，你知道的，打工厂的那场仗的时候，我们一心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毁了我们，他们杀了我们许多同伴，还夺走了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就逃到这里了，但是不多，不多。但是我不恨他们，我很高兴。我想是这样吧，总有一些老顽固痛恨一整个族群，但我想你并不坏，还是有许多人保护我们，为我们而战，甚至为我们牺牲。有的还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生活，让他们的灵魂歇息。我自己也曾经追求过一个人类，他也曾来看过我一两次，但之后再也不见踪影。我现在还在想，他是不是落入哪个不善邻居的手里，或者只是他懒得再来看我了。但是现在没关系，我为我对于老情人而喋喋不休道歉，这样的事肯定没有什么意思。亲爱的学者，恰恰相反，我还想多听听这些故事呢。你和你的同伴生活的故事很有意思。这是肯定的，亲爱的学者。一阵过堂风吹过，两方都沉默了半分钟。居住在此的兔子人咕哝一声，并把一只手搭在头上，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Dr. Jeppers 把手放在茶壶上，看来茶已经冷了，我想是时候启程了。什么？你要走吗？我也该走。不不不不不，我要独自一人，谢谢您。虽然这很意外，而且我很抱歉，但我真的得走了。我想我离家太久了。什么？我不，求求你不要走。有什么不？我爱莫能助。停下来，你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谁。我的名字。我不。嗯，的确很酸。记录结束。后记， Dr. Jeppers 成功回到赛08，但不久后发现失踪。现阶段调查他的失踪原因与现在位置不得而知。最开始的理论是 Dr. Jeppers 在最近的任务中暴露于一个异常下影响了他的生理状态，但分析显示他留在探索装备中的毛发没有基因异常。晚上好，这是一则录音，如果你在听的话，
这就意味着你是欧武议会的一员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是投票表决一个关乎基金会甚至是人类未来的一个决定。既然你的权限已经升到了五级，那么 SCP 基金会资料库的大门将会全部为你打开。或许你现在已经读过成百上千个文档了，如果你足够仔细的话，你肯定会发现一些规律。超过 93% 的异常都是在近100年在北美被发现的。如果你做足功课的话，你会知道在1911年基金会就开始有组织的屠杀一个异常种群，并且只要你对人类历史有过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种族灭绝必有报应。1912年发现的异常们比上一年翻了一倍，1913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异常可能在时间一开始时就存在，但这世界这个怪物在角落里嚎叫，现实不堪一击的世界呢？它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疏忽与残暴而存在，几十年的研究仍然无法对其做出解答。我们不知其因果，但见其关联，某个平衡着异常世界的生态系统的东西被破坏，于是这系统自行的补偿着。上世纪我们一直在弥补这一错误决定带来的伤害，我们控制，我们收容，最重要的是我们保护，我们保护这世界不受异常染指。没错，可本质亦然，全球超自然联盟、 Obscura 军团、基金会，不论你所处哪一阵营，只要你选择了屠刀，我们就会阻止你，我们不愿意重蹈覆辙。投下你的一票，记住你所要保护的。以上就是 SCP-4000。 简单来说， SCP-4000 是一片森林，森林内住着许多异常尸体，有变形能力，并大多具有动物的特征。所有与森林相关的一切都不能被命名，否则就会导致各种危险的异常事件的发生。而 SCP-4000 中的尸体其实就是 SCP-001 提案工厂中提到被称为小仙子的异常。这些异常具有控制名字的力量，当以同样的称呼形容他们两次以上，他就能传送到使用这称呼的人身边。而如果接受了他们给你的名字，他们便能将你的名字偷走。1911年小仙子攻打工厂，当时占据工厂的基金会人员被屠杀，一位欧武与有意识的工厂达成协议，工厂扭曲现实，让时间倒回被小仙子攻击之前。靠着工厂提供的强大武器，他们轻松打败小仙子，并几乎把他们杀光。之后小仙子就躲到了 SCP-4000， 但是几乎灭绝小仙子后，可能是破坏了某种平衡，异常的数量开始大量增加，基因会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便改变了做法。在访谈的最后，兔子人以亲爱的学者称呼了 Dr. Jeppers 两次，但 Dr. Jeppers 却没有拒绝这个称呼，导致自己的名字被偷走。兔子人与 Dr. Jeppers 的身份对调了，这也是为什么最后 Dr. Jeppers 会说确实很酸，因为一开始 Dr. Jeppers 对兔子人说自己的名字藏起来很酸。这篇文档是4000竞赛的赢家。4000竞赛的主题是历史，这篇文档与历史有关的部分就是 SCP-001 提案工厂，所以之前才想说应该先大概介绍一下001。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个喜欢，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希望做什么 SCP 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样，拜拜。